大家好，我是林义文。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《爱》，作者是奥修。我很喜欢看他的书的。如果每认识一本新书都是认识一个新朋友，这个朋友其实都算是非常有深度。有很多东西你即刻看是不会明白的，但隔一阵的 aftertaste 就会令你明白领悟了很多东西。其中里面有一句是令我印象很深刻，同埋可以待住用好耐嘅，我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。人们总是认为恐惧是不对的，不尽然，没错，它有的时候是错的，有的时候不是，没有总是对的事，也没有总是错的事，一切依情况而定。呢一种是生活的智慧，亦都系提到爱里面的一啲智慧。我强烈推介呢一本书，因为呢一本书每一句说话都好像一巴二巴冚落嚟咁，冇理由唔睇啩。